一个这个都不给，你那个，你那个叫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哎，谁呀？你是谁？你是谁啊？哎呀，汪大呀！陪你。上哪去？啊！我不这露你脸是干啥呀，王大？你懂了吧？让我抓我们呢？我出来干什么呀？你们现在株洲警察是不是来了？你别问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株洲警察，你要抓你？你这是要把我卖到底的意思是吧？我不卖你，我没露你脸。但是我。但是你让我出去要抓那个董先生吗？是啊。为什么要抓他呀？别录掉。啊？别录了，不然我真进来了，人脸就难看了。不是你协助调查，你不能抓人呐。你是真的要把我变成你的棋子一起弄啊？不是汪大。真的。我和朱先生有啥错误啊？我为什么要关呢？我现在这个是唯一保护我们俩的一个武器啊！汪大啊，汪大，当年2014年你抓的我，对不对？比我还懂。我当然懂了，汪大。既然你要演这个戏的话，现在是。我不，我要演什么戏呀？我现在是不是用这个让全世界人民看着这个保护我自己？我告诉你，达赖喇嘛搞不好，汪大你也是藏族人，达赖喇嘛也看着这场戏呢。你又把我卖了？不是卖啊，但是你现在接到任务要抓我们俩呀。没说抓呀，只说是带你协助调查。你带我，带我，我犯什么错了？调查啥？你们要调查什么？你自己知道好不好？我知道啥？我调查什么？华勇在自己家里，你要调查我什么？我所有的东西这都在网上，天天直播呢。知道，你就是在搞直播，所以我一个人过来的。好好跟你讲话，知道吧？不是，我知道你这意思。但是你汪大，你现在就是株洲警察过来，他凭什么要？过来了，株洲警察给那个董先生打电话了。过来，现在株洲警察就过来了。啊？问我这个？你说你一会儿我要不开门，你他不是我要不？但是我，但是汪大，我告诉那个，我没露你脸呐。我对你是有面。2014年，你配合。这北京警察抓我，给我关一个月，我没露你脸，还怎么着？汪大，这回是不是还是要那个还要关我呀？走过场呀，你也知道了。走什么过场啊？不开是吧？不是不开，你们你有什么？这你有那个传讯证吗？啊？我害怕呀，汪大，你抓过我，我被关在香格里拉一个月，浑身长满疥疮，我怕不怕？我怕不怕呀？啊，我不也是一个人吗？老董来那个，来投奔我，那个窗帘都打开了。
不是你们要干啥？你不是，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搜查证吗？老董，你要干嘛？你有是？你有那个我？你现在要进那个？你有搜查证吗？走。你有搜查证吗？你有搜查证吗？走。走。哥呀，